感触非常深的一首歌，不同的时间，不同的场景，不同的一个处境，再去唱这首歌的时候，感觉都不一样。我现在也算是老大不小，国内目前唯一站着挣钱的 rapper。当然也有很多。拉倒吧。也有很多。说话不要带。还有谁？很多啊。我有很多欣赏的同行的，都不要这么搞，好像我真的是 with everybody 的一样。只给你花钱。比如说。只给你花钱。很多、啊、我喜欢的 rider， 我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。我马思唯啊。对吧，大家反应王以太啊。艾热啊，这都是我很喜欢的 rapper。 对。